的任务呢是两队一起合力完成。我们要用这整条桥，全长200公尺。哎呦天哪，会不会太大条 ？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真的要花到何年何月啊？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。真的很长哎，这三天有可能完成吗？光涂这个护木漆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啊，明天还要怎么涂啊？明天我们早上一大早要再来涂第二层。哇，好棒啊！